报告主席，报告总统，前开港建设已经完工，具备开港条件，请指示。Proceda y adelante. 开港。从前凯到上海，我们正在见证的不仅仅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秘鲁的生根开花，也是一条新时代雅拉陆海新通道的诞生。让我们携手并肩，从前凯港出发，和世界相约，驾驶中密友好之船，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。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.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.